十年前，孟文为了一个明星梦闯荡北京。我用3个月的时间，花光了我妈妈30多年积累的积蓄。十年后，却在妈妈咪呀的舞台上初次绽放。想当明星的他已不再年轻，面对同样实力强劲的张萌，孟文会等来那个属于他的时代吗？几年前你走就没回来，从此我的爱变成了无奈。可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，这世上的孤独我需要去忍。今天选的歌特别的惊人，感觉上这首歌啊，难度已经强到你要不是把这个当作总决赛最后一首歌，要么就是你的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了。真的是用生命那种拼搏的精神去唱出这首歌。因为这首歌心里有一个小秘密，我唱给我妈妈听的，所以我才会把自己所有的情感融入到这首歌的里面。我一直有个好奇，当时您攒了那么多钱，那20多万您是本来打算干什么的，就被他拿走了？这个钱呢，是我跟他父亲就是血汗钱攒了30来年吧，准备以后老了养老再更换一下生活条件。但是他当时唱歌非常的倔强，非常的执着，我一看他非要混出个名来，混出个样来，当时我就把这钱就给他了，让他去发展。攒了30来年的20万被女儿3个月就花光了，您那时候心疼吗？能不心疼吗？这是血汗钱，但是又没有埋怨他，因为他在这时候心里也难受，我要是再逼他再说他再埋怨他，他就以后就该想窄路了，所以必须再支持他，让他再重新发展。谢谢妈妈。